张希文呢日出席新剧记者会，今次 Kelly 同人夫谦仔饰演情侣，应该有唔少亲热镜头。但系 Kelly 唔单止唔惊罗太杨怡会呷醋，仲话好期待要见对方一面添啊！他自己也是一个专业的演员嘛，所以我知道他一定不会。但是我就是，其实我很喜欢他，所以我很想问阿谦，就是他老婆，就是会来探班，因为我很想认识他。